其实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多年没有经历这种情况，跟一批年轻人，然后从他们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我个人喜好，这批人到看到他们进步，那到最后他们几个剩下来那四个排练两段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排的过程里面也好像回到二十几年前一样，我当我进去看到双城故事那个场景，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看到整个景吗？表演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价值观跟个人的一种表现的延伸，我是相信很自然的很本色的表演。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孩子，如今就是闯进来了，这么幸运的闯进来了，难忘，每一个瞬间都很难忘，我的事情都我自己做主了，我觉得很幸福，我找回了一点点自信，完了慢慢的在积累，希望在以后的日子我会尽力的去做好，就是他永远都会是我的老师，在这个舞台上至少我小小的证明了一下自己，我能演戏。他们眼里的那种光芒是我没有的，那种真正的实现梦想的那种快乐。导演一直说我们这组的学员呢是怪咖，就是路太窄。本来没有，老实讲现在非常有，非常有信心。导演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得为他争口气，拼也得拼到十强里面去。因为我认识他们了，现在真正认识，就希望在过程里面真的给到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建议，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最强的一面去表现出来。